这么多人呢，但是有点不太热情啊。那你们都认识我不？自信哥，就是那个自信的男人才是男神。哥为什么是男神？因为哥自信男。能不能给老自信自信的呀？这还行啊，这钱都借十多家了，一分钱都没借来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今天咱俩来这家，这钱要再借不来呀，以后没媳妇再梳你两根毛了。哎呀，别碰，头型整乱了都。这媳妇，咱为啥老借钱呢？哎呀，我有个楼号你知道不？4:30之前要凑齐这10万块钱，转手就能挣10万。你挣不挣？挣。那你借不借？不借。咋还不借呢？到钱顺风他家了，我还用借钱吗？这么自信？想当年钱顺风管我借5万块钱。啥时候的事啊？生前的事啊？不是以前的事儿。我跟你说啊，就我跟钱顺风那交情，当年我借他钱，我都没用他打欠条。借多长时间了？2年多了。那咋还没还呢？大哥事儿多，那可能是忘了呗。给你。媳妇，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？不是，媳妇啊，你别着急啊，你是不了解钱顺风这个人，不信你问问啊，在场的这小区的，你们认不认识钱顺风？那谁不认识？我大哥的人品怎么样？这都新来的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大哥的人品很正啊。妈，还说啥呀？走，我赶紧进屋啊。干啥？我告诉你啊，这5万块钱你必须给我要回来啊。不是媳妇，我感觉这钱嘛不能要，你得让我大哥自己想。啥玩意儿？哎呀呀呀呀呀呀！怎么的？无缘无故我们家还蹦进一个人来呢？不是你谁呀？我。谁呀你呀？完了。连我声都听不出来了，我要不给他整两下子，他真是不认我了。不是你，呦，哇，呦，这回认不认识了？认识，这不孙海洋吗？哎呀，大哥，快坐，快坐，快坐！哎呦，我说兄弟，啊，咱哥俩得1年多没见面了吧？哪呀，正好是2年1个月零29天。妈呀，你记这么清楚，咋不联系我呢？大哥呀，啊，你应该联系我。我联系你，我这么大老板，我生意这么忙，我哪有空联系你？我想不起来呀，我也。完了，大哥给忘了。没事是。我媳妇，你弟妹，哎呦，弟妹啊，弟妹，弟妹你好，快坐，快坐，大哥，你4:30了，说正事儿。那个大哥呀，哎，那个你还记不记得2年前你？哎呦，我给你俩倒点水。哎呀，来，吃点水果吧，吃点水果啊，弟妹，到家别客气。来，那个大哥，哎，你现在过得怎么样？我过得咋样？你看不出来吗？啊。啊，看这小衫，哎呀，嗯，看这小裤，哎呀，看这小鞋，看这小肚，都是名牌。大哥呀，你这身衣服得5万吧？5万？啊，那倒没那么贵。我不是这意思，我是说我过得不错。哎，街坊邻居们都知道，这房子的首付谁付的？哎，懂了。这房子首付得5万吧？什么玩意儿5万呢？这首付5万，谁卖给你？不，一个厕所都得5万，拿一个厨房都得5万，大哥，一个沙发就得5万。是，等会儿，你俩啥意思？5万的，怎么的？今天跟5万干上了？大哥，你还没想起来呀？不是，你让我想起啥来呀？他忘了。胡兄弟，你咋的了？啊，那个沙发上好像有电。别说话了。什么玩意儿？你再说他也不知道了。你看我的吧。大哥。实话跟你说吧。啊，怎么了？今天呢，我带海洋来呀，就是想找个大医院给他看病的。哎呦，我兄弟得什么病了？
他这病啊，啊，说严重也严重啊，说不严重啊也不严重。不是大夫咋说的？啥病啊？大夫说了啊，他这病啊要手术啊就能好，要是不手术啊，啊，下半辈子就和轮椅为伴了。这个啊。那就听大夫的，赶紧去医院手术呗。那手术不得钱吗？钱不够啊，大哥呀，哎，你说，兄弟这次来呀，啊，你说吧，还能给你翻俩跟头啊，下次再来呀，这翻眼皮都够呛了。我这不寻思过来看看你吗？啊，媳妇。看大哥一眼也知足了，咱俩走吧。那哎，他让我等会儿，你上哪儿走？上哪儿走啊？哎呦我这差多少钱呢？你跟哥说。东拼西凑啊，凑五万，还差五万。差多少？五万。五万。五万。哎呀，哎呀，你看哥这个脑子呀，五万呐、啊啊！哥想起来了。哎呀。哎呀。兄弟啊，这是五万块钱，来，大哥，哥借你，借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借呀、啊，我是你哥，你还打算上哪儿借去啊？大哥呀、啊，这五万块钱我可不能借呀、啊，咋不能借呢？这借完了，容易忘啊，忘怕啥呀？你给我打个欠条不就完了吗？这家伙，这来来来来来，大哥呀、啊，纸笔，你大哥打欠条，还打欠条啊？不打欠条，你这五万块钱你好意思拿走啊？那我不能借了，大哥。怎么不能借呢？你看，你说你这个老公都啥时候了，还要脸啊？这么的，你不是借我五万吗？啊，你给我打个六万的欠条。六万啊！哎呦，你说这还要脸呢？你说我真能让他还六万，还能咋的？这不是遇上事儿了吗？这事让你整，哎呀，五万块钱没要回来，还拉六万块钱机关。哎呀，哎呀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嫂子回来了，嫂子。谁呀？我海洋。啊？你海洋，海洋，我知道海洋。啊，海洋，那个您两口来了啊，嫂子，嫂子有点事儿，别走啊，晚上起来吃饭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，媳妇儿？慌慌张张的干啥？五万块钱呢？什么五万块钱？哦哦哦哦，嗨，你小点声。啊，五万块钱我借给海洋了。他两口子用那些钱干啥呀？你小点声，海洋病了需要做手术，我借给他了。他刚才腿巴家掰这儿了，也不像有病啊。怎么你这个病？不是，我估计也不是什么疾病啊。你先把钱要回来，我就用三天，三天之后别说五万，十万我都借他。你要这些钱干啥呀？有一个楼号啊，啊，四点半之前必须交齐十万啊，第二天我转手就能再挣十万，这钱你挣不挣？当然挣啊。要不要？不要啊。不。这是我兄弟刚借给人家，我好意思要回来呀、啊？怎么这么废物？怎么的了？啊，你听我的，别吱声啊！兄弟，哎，咋了，嫂子？兄弟，你赶紧劝劝你哥吧、啊，你哥他有病不治啊！大哥呀、啊，我刚才我俩聊半天，他也没说他得病啊。他忘了呗，忘了，大哥，哎，你到底得啥病了？我得啥病了？你得啥病自己不知道啊？我忘了。对呀、啊，他忘了。忘了，这在医学上就叫什么帕什么末症来着？对，就说你大哥现在的小脑啊，就剩盐爆花生米那大了。哎呦我的天，媳妇儿啊！我这病有那么严重吗？你看，又忘了，昨天晚上谁把床尿了？我多大岁数了，我还尿床啊？你看看，昨天都发河了，都忘了。嫂子呀，啊、怪不得我大哥两年前管我老公借的。对，这我大哥都啥样了？这个时候你还提这事儿啊？不是，那弟妹啊，你别说两年前了。就是你大哥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 啊，他就开始写日记了，啊，如果要不写日记的话呀，啥事儿都忘了。说你写日记呢？什么玩意儿日记啊？啊，日记搁哪儿呢？啊，你看又忘了。什么玩意？我临出门之前不是告诉你了吗？啊，在你的小书包包里。哦，
啊，嫂子，那我大哥得这病有没有生命危险呢？这么跟你说吧，啊，医生说了，咱们正常人的小脑呢是土豆那么大，现在你大哥的小脑呢就花生豆那么大，如果要再不及时治的话，就跟小米粒那么大。以后你大哥往屋里这么一站呢，我就得给他杵花盆里了。哎呀，那我大哥不都成植物人了吗？我大哥这病也太严重了，嫂子，刻不容缓，赶紧上医院吧。上医院行啊，但没钱呢。哎呀，那不你刚借5万块钱，他脑瓜不好使，借你了吗？你行了吧你，兄弟，弟妹你别听他的，我没事儿，5万块钱你赶紧拿走，赶紧去看病去啊！大哥脑子不好使，他不是管你要钱的。大哥呀，你说你都啥时候了，你还能记着弟弟得病的事儿？哎呀，这真是情义无价呀！不是兄弟啊，怎么的？哎，我的大哥呀！哎呀，兄弟，兄弟，兄弟，没事。大哥，哎，海洋这个兄弟真是没白处啊！这么的，大哥，这5万块钱您拿着，你这病根，行，弟妹，我们就不客气了啊，谢谢。哎呦，你先拿着，我接个电话。哎呀呀，来电话。喂，怎么的？啥玩意儿？幸福城那个楼号卖出去了。幸福城楼号不让你留着吗？哎呀，我知道4点半之前筹钱嘛。我知道4点半之前嘛。哎呀，我这钱刚筹着。哎呀妈呀，4:35了，白瞎了。你说，嫂子啊，咱俩说的是不是一个楼啊？因为你说不是嫂子，你先别说啊，咱俩一起说。1、2、3，幸福城。哎呀，媳妇儿，你这是办车去？给人道歉去！我道歉。快！哎，这事儿嫂子错了，不是嫂子我错了。那个我不该让你大哥撞病，我不该让海洋撞病。那个嫂子对不起你，嫂子我对不起你。弟妹，你别找郑客气，嫂子受不了。哎，我错了，错了。我说你这干啥呢？咋还拜上了呢？你这俩呀？你说你拜的，你说你办的是人事吗？不是。你说你办这事是人吗？不是。你说你办这事缺不缺德？缺德。你办这事缺不缺德呀？缺德。你这么骗我大哥，你丢不丢人？丢人。你这么骗我兄弟，你丢不丢人？丢人。那大哥本来欠我5万，你这么一整，我还欠人家6万。我本来欠人家5万块钱，我，哎，等会儿吧。哎嘿，你等会儿，兄弟。啊？你说啥呢？我啥时候欠你5万块钱呢？哎，你忘了？我忘了。大哥呀。那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，啊，2年前你做生意，你在我这拿5万块钱，后来也没打欠条，可能这2年多呀，你就忘了。不可能，我告诉你，我钱顺风是爱借钱，啊，但是我借钱肯定忘不了，而且我肯定还。肯定还。你等着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我有账本儿，我查查我就知道了。还有账本儿？你看看，看见没有？第8页，借孙海洋5万块钱，记着呢。你看，大哥，你没忘啊？我能忘吗？你没忘2年多，你咋不还我呢？这不才还到第6页吗？我爸钱昨天才还。怎么的？这金额也够多的了。不是，哎，兄弟啊，我跟你说你。你这么着急要你那5万块钱，是不是真的是看病啊？我跟你说，咱是兄弟，情义无价。我没病，砸锅卖铁我也得把这钱给你。你咋不相信？我真没病，你看呢？你看看，大哥，真没病。你看我像有病样吗？不是，我没病。你千万别在这装啊！不相信了。哎呀，干嘛呀？哎呀，哎，看看，哎呀，不相信了，我真没病，你看呢？哇！兄弟啊，兄弟，你从那儿到这儿，咔！哎呦，看来你是真没病啊，没事儿啊。大哥，这回有病了，赶紧送我去医院吧。因为啥呀？我这叉劈出去啊，收不回来了。知道事儿了，上医院吧。哎呀，慢点啊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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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